我要去傍晚出来散散步啊，散散步拍一下风景。哦，出来花开。早上要来拍一下那个鸟叫呢，录一下鸟。现在是下去了啊，往下走，往下走是很轻松的。我谈谈最近这个 A 股市场，中国股市这个行情非常好，一个月来基本上涨了，大盘也涨了3%了，30%左右，30%了。各路大神、大牛、专家、教授都是说牛市来了，牛市来了，是吧？又是这样的，机构、散户，主要是散户，是吧？蠢蠢欲动，又冲进去了。所以中国这股市啊，这个韭菜是割不完的，你劝不住，跌的时候跌过头，涨的时候也会涨过头，是吧？这个反正韭菜照割。谈谈就是说，散户为什么必输，是吧？中国市场，这股票市场，这散户必输。现在这个必输，这个不是说这个没有消息，资金量不大，是吧？这个也不是 T 加一制度，也不是那个上市公司的随意停牌或者搞内幕啊、搞假账这一块，这个都是小儿科了，是吧？这个散户输的原因就是这个机构可以看你的牌，就是你买了交易你的挂单，机构都是看得到的，是吧？你的买进买出的一个交易成交数据，机构是看得到的。这个看得到不是说他明天后天看得到，他时时看得到的，特别是期货这一块，是吧？那股它 T 加零，几乎是 T 加零的，是吧？它时时看得到的，就是你一秒钟内它可以看得到。你的挂单挂在上面上的都知道的。那股票呢，是吧？这个是 T 加一的，你下午买了，它只要晚上明天开盘之间把你这个数据拿到就行了，是吧？它也是看得到的，所以。很多中国散户认为是在，或者是打牌时互相看不了对方牌的，是吧？要么是下象棋是你可以看我的，我也可以看你的，双方都公平公正的，是吧？拼的就是智力，拼的水平。打牌也是一样的，你看不了我的牌，我也看不了你的牌。但是中国股市是，就是说。你看不了对方的牌，对方可以看你的牌，那所以说长期来看是必输的。你人多的时候，像最近就说一个月行情人多的时候，你可以玩一把赚了就走人，是吧？那是运气好。但如果你长期玩下去肯定是输的，是吧？这个这么多年50后、60后、70后、80后、90后，现在是00后登场了，是吧？这00后这韭菜那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就这么回事，劝是劝不住的，韭菜还是要进去的，是吧？这个我就是做个
聊天节目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